完美食啊，咱说说五个要去的旅行目的地。第五名，我个人超级喜欢的浏阳。一定有朋友没想到，湖南美景众多，浏阳好像没有太出名的旅行景点，但是浏阳有烟花，要去对日子。浏阳是不定期的在节假日有烟花秀，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浪漫幸福的氛围里，我特别开心，也非常难忘在浏阳度过了我58岁的生日。那天晚上的烟花璀璨动人，我将毕生难忘。第四名，沱江畔的凤凰古城。几百年的风霜雪雨刻画着沿江而建的一幢幢吊脚楼，古城里的青砖黛瓦让我们感受时光的痕迹。商业化的店铺有些杂乱，但当我深入到小街巷，走入当地人的生活场景，有一种自然古朴、不熟悉也不陌生的感觉。第三名，在国内甚至是世界的旅行目的地排名中总会出现这个名字，中国张家界。山峰似立柱，根根突兀挺拔，峭壁陡峭的就像刀削斧劈的那个样子。这里奇幻的景象好像和我们不在一个时空的维度。第二名，这是我个人超级喜欢，湘西矮寨大桥。我愿意不吝心中所有的赞美支持给他，它不仅实现天堑变通图，而且大桥修得俊美，和大自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中国基建把世界造桥技术提高到一个新高度，在奇峻山岭之间和幽深峡谷之上，书写着中国力量和世界奇迹，这里值得我们自豪。第一名，我愿意给旅行人喜欢的这个极具自在感、松弛感、幸福感的城市长沙。它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和底蕴，也有非常容易让游客融入接地气的市井风情。它有那一道道会辣到你、香到你、也臭到你的入口不忘的香菜。它入夜的街头，那灯火通明中鲜活立体的烟火气，都是人们超爱的旅行目的地。说完了美食美景，我们和车友们说一说驻车地。我们这次湖南旅行啊，好多驻车地都非常不错，但是有两个超级棒。一个是常德市西洞庭沙河房车露营地，这里水电自由，有淋浴间，驻车在洞庭湖畔的风景里，管理的也很好。特别难得的是，时常他们进行蚊虫的消杀，少蚊虫的河畔驻车真的是太爽了。第二个是张家界的索玉谷汽车驿站，这里有规范的房车营位，水电装计量收费，满足车友水电自由的生活。驻车在景区外的金边溪畔，非常的惬意。我刚刚总结的这几个美食美景和驻车地啊，是我们福旺家自己的旅行体验比较好的，给大家做个介绍，不一定符合每一位朋友的感觉和喜好，仅供参考。各位朋友也可以把你的建议发在留言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这就是福旺家房车生活，我们下期再见。